才这是兄台见谅。这是上房，我身上拮据，只够开一间的。兄台的意思是要同屋而寝？可是这个床的大小不够睡下两个人啊，要不我睡地上就行。啊，这样便好。兄台尊姓大名啊？啊，在下周记，庄周梦蝶，彩云霁月。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？萧雨，萧雨的萧，萧雨的雨。朱兄，还不睡啊？啊，我还不困。哦，那我先睡了。好。